好吗？好。学校有一个活动，你们来参加吗？妈妈在非洲呢。好吧。喂，老婆，那我带女儿去棚里加班了。爸爸，我们学校里有一个演出，需要家长来参加，你能陪我去吗？爸爸尽量来好吗？好吧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 OK， 开始。每一颗树苗的茁壮都需要更接近太阳。对不起，那个我想我们 A 段的每一句的尾音再短一点点，再来一遍。下面我们有请悠悠小朋友和他的爸爸一起为大家表演节目《圆梦》。我和妈妈一起弹尤克里里，我和爸爸一起弹。每一棵树苗的茁壮都需要更接近太阳，千万个手掌呵护的成长，一定会延伸爱的信仰。每一双最初的翅膀，在一起是新的形状，千万个目光注视的坚强，一定会穿越过风雨阻挡，骄傲的飞翔。所有会在明天满分绽放，小小的种子有蓬勃的力量，每个有梦的地方都盛开着希望。双最初的翅膀，在一起是新的形状，千万个目光注视的坚强，一定会穿越过风雨阻挡，骄傲梦。